其實今年同舊年咧個方面咧就係、是、咧，舊年咧我就駕駛呢個雪佛蘭啦，Cruise 啦。咁咧今年咧就轉咗去揸呢個寶馬。咁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，因為咧舊年揸嘅車咧係頭碌車，咁今年揸嘅車咧就係、是、尾碌車。咁言之咧，仲有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咧，今年嘅尾碌車咧仲要係有 Turbo 嘅，咁有一個係好大嘅適應俾我咯。咁變後咧，我覺得要重新去適應過曬咯。咁啊，舊年嘅車咧就冇 Turbo， 咁咧就會比較易操控啲。咁今年咧就第一場揸就變後唔係太過適應，咁變後就要要多啲時間去掌握呢架車咯。揸其實我不嬲都中意揸尾碌車嘅，因為咧我都中意玩卡仔啦，咁小型賽車啦，咁都係尾碌方程式我都有時去玩啦。其實我係中意揸尾碌嘅，但係尾碌加埋 Turbo 咧就其實變後有一個幾難搞嘅車嚟嘅，其實係。但係如果長時間再多啲喺度嘅咧，喺呢架車度咧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咯。